旁边呢已经塞满了，还有后面。对，那呢，糖糖姐姐这边要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。刚刚我跟丽丽姐姐都讲了，就是要麻烦两侧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请你们要退后一点点哦，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从原本的一横，大家变成一个圆弧形的可爱的大微笑了，然后。真的，等一下，火把的进出等等的，都会有人撩目在那边大动作，然后他们要很快速的移动，大家离太近真的很危险。其实我们中间还有一些空位，对，因为旁边左右的朋友已经站了太多人，进来的朋友都没有看到中间有座位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慢慢往中间移动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哈，我是来自中立的丽丽姐姐，好， yeah. 大家。那我是来自桃园的桃桃姐姐，那很抱歉哦，一上来就立刻先跟大家讲位置的事情，因为实在是太多人了。对，那在这边呢，请已经坐在你不管你坐在哪一区的大朋友小朋友，请你帮我看一下你周围，如果你发现都有空位的话，请大家都告诉彼此，然后慢慢的移动。好，我知道大家都很希望你自己的亲友可以看到今天的演出，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有这么多人。但是我们比较不希望哦，大家一直在帮大家占位置，因为如果你现在帮别人占位置，等一下你的亲友也会挤不进来，真的，因为等一下人次会越来越多，现在后面已经有点慢慢在塞住了。尤其我们这边左右两边，真的，我们黑幕非常近。妈妈，你们真的让要小朋友妈妈要麻烦你们起来帮我们移动一下位置，因为真的很危险。为什么我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宣导？是因为待会的表演虽然很精彩，但是也非常的危险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火是有温度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些哥哥姐姐们呢，都是经过很严格的训练，超过10年以上，他们是有真功夫的。所以大朋友、小朋友，你们千万不要模仿跟学习哦。没有错，没有错。而且真的要跟大家讲哦，大家你们很近，只会等一下可能有可能是看到你片面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傻傻的想说啊，我跟他就在旁边，我要这样看他。没有，你要远一点才可以看到。它所有的形状哦，跟我们特技演员做出来的很高级、很难度很高的动作。那在这边也要请两侧已经开始有大小朋友往树上爬了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在这边都看得很清楚，真的会很危险，大家真的要小心，你们真的都会看得到哦。所以拜托大家，请小心一点哦。还有我们摄影机的好朋友们，有等自己架。架自己的摄影机的大朋友们哈，那因为你们不要架得太高，后面的小朋友们可能没有办法看到，对，所以就麻烦你们调整一下，非常的配合，对，好。那我们要搞快了，不要再让大家觉得说好烦哦，这两个姐姐。但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大家的安全，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在旁边有时候会帮忙拉布，只有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卡住，然后你知道那个哥哥他已经烫到不行了，他在那边。借过，有一次就这样子，因为有一个小朋友就不小心闯进去了，他喊借过，然后弟弟整个哇一直都没看到，然后他就一直那个火球就一直挂在他的手上这样子。爸爸，你们一定千万要看好自己的小朋友们，不要往黑幕里面走，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道具跟火把，所以他们可能就哇这个火真太厉害了，就跟着进来，绝对不可以哦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做得到吗？我相信他们一定做得到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大朋友看了也会看到忘我，有时候不小心忘记顾小朋友。我跟丽丽姐姐一定要牵好自己的小朋友们。我跟丽丽姐姐主持到现在，我们两个在后台看到某些桥段，我们两个真的在台上就是好感动，好感动。对，然后就自己在后面这样，然后觉得快要掉泪，然后就赶快上台的这样子。好了，大家，好了，我们真的就不要再啰嗦了哈。有没有大朋友小朋友不知道今天要来看什么吗？我们今天要来看什么？看什么？火舞吗？火舞没有错，对，是我们即将成真火舞团的。今天聚集了这么多人，一定是慕名而来。今天的表演非常的精彩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我们要请大家。
家，我知道现在很挤，可是还想要邀请大家，如果你身边有空间的话，邀请大家把你的屁屁离开你的椅子或者是草地上下，跟我们暖暖身，我们暖身一下好不好？我们表现出我们内力人的精神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小朋友们、大朋友们，他们快睡着了，对，要等到快睡着，来，我们起来动一下，加油加油，屁屁离开。来，今天我们最感动、最厉害的活物表演了，预备备。